大家好，我是九哥。我跑这个送外卖也是有一个月的时间了。今天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总收益嘛。现在目前为止收益啊是2600多块钱。我干了35天了，才拿到这个2600多。想了一下，这个收益还是真的很低。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过了吗？就是送外卖月入过万不是梦，对吧？现在钱也真的是特打脸。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我们这个佛山的一个总区，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一个日单的一个销量吧。到目前为止，就是它的一个单量最高是92单，最高的单量是92单，还有个86，还有个80单，就可以算得出来大概一天是多少钱。现在能去到排行榜前10名的，这些都是有做了4-5年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些老骑手，他们对这个路非常的熟悉的。然后我就估算了一下，他们的大概收入是在12000到1500左右，就是能去到10000多块钱的话还是挺可观的。我前面也问了几个比较有经验的骑手，他们都是从上午9点开始送到这个晚上，有的是凌晨1-2点，他们说才可以拿到这个收入10000多块钱。不多说，现在的一个生活条件好了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还有收入也高了嘛，是吧？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一个街头采访一些打工族啊，他们的一个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是否能达到5位数以上呢？反正我九哥是没有达到的，我是不吹牛逼。反正就是当时在网上就老是说到说，哎呦，随随便便月入过万不是梦，是吧？就是真实看一下别人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。接下来的影片呢，给大家去了解一下，好吧？钱。说真的，大家都想赚钱，毕竟大学刚毕业，刚开始没有必要多，希望之后的话可以要比现在有很多的费用。很多很多，月入过万。和我们这个专业相关肯定是最好的。未来都说不清楚嘛，边走边看吧。Later， 先生加上工资基本上6000吧，不少不少了。我主要是负责烧烤这一块，干了有1-2年了吧。要是来个小青年，要是不会从头教起，更快更快。我估计半月都教会了。学徒工一般学会了3000，然后升副考是4000，然后慢慢往上升。但我是快，这家我在家做的。但我想着独活，今年我就去干活。今年是1500多块钱，今年1300多块钱。只要像孙女开大了以后，我才来这儿。你都说给我不要，我想我自己还能不容我自己，孩子都还正上学，要钱也能不容我就不给他都加分的。也差不多是走的很忙，你锻炼的身体，你干的活儿，挣俺你的钱。现在大学生没毕业呢，大四实习呢，阜阳的高中也没有特别多，4000多吧。有教师资格证，然后自己找的机构，然后去跟人家合作呀。那个其实是外包的，我们其实不太隶属于他们学校里面，是属于机构的。日语老师还是少一点，现在比较吃香吧。高考日语刚开始，所以比英语吃香一点。现在实习完，然后继续考研，想学体育管理，然后结合小语种，选择范围也挺广，比较保险的选择。基层服务人员，办事处工作的，为人民服务。基本工资的话大概就是2000-3000左右吧，还有一些绩效奖金，大概1000块钱左右。一般都是由国家统一调控，根据这个地市的发展不一样，然后工资也会不一样。办事处的工作就是基层的一些民政啊、社保啊、低保啊，直接是和老百姓打交道的一些工作，都是我们这个办事处做的。就3000-4000块钱吧，能工作跟公司干，不是个人老板厂家的，干了有2-3年了吧。半天班我一早一晚也就6-7个小时，在那儿也得站着，干的时间长已经习惯了。现在退休啊，还是那上班也就3000-4000块钱吧。那孩子做什么？在设计院上班，我也在设计院，单位改制就提前退休了，退休应该稍微多点，基金基险都不用交，有个人部分都反过来，只没有啥够不够居家过日子嘛，就1000块钱一个月也就够了，不然就有机会出去玩玩。
我在社区工作的，社区干部，我是公务员。工资稳定，主要交那个医保养老2000多块钱吧，大部分都是给居民办手续吧。上午吧，就是8点到12点，中午还是能回家的，下午要是晚的话，就到那7、8点了。正常应该是5点半下班，反正怪忙的，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休息过。偶尔休息休息，休息就没工资，除非你不休息，能拿个20000块钱。就按周边，一天基本上都是12个，一天300块钱吧。按月的话，工资稍微低一点，可能就6000多。距离长的话5、6趟吧，距离短的话7、8趟左右，基本上就是10几公里，装车卸车休息，其他不停。不辛苦能挣到钱吗？风险肯定大嘛。在培训班代课，平常周六周日就是4000左右，如果是暑假的话，工资会比较高，40天左右能拿10000。之前是在小学里边代课了，后来不去了。他其实薪资并不高，小学里面备课呀、开会呀、教学以外的这些工作，他非常繁杂。大家听起来就感觉有寒暑假，他其实挺辛苦的。还是教小朋友跳舞比较好，这班的孩子比较少，在学校里面一个班孩子太多了，5、60个孩子。还行吧，平常出去吃饭，再加上买化妆品、买衣服，现在也年轻也爱美。挣个自己平常花的钱，挣不了大钱，大概1-2万吧。目前工程师4、5个人嘛，自己一个人干不过来，后面需要运营，需要营销，大家都是苦分子，一个人一个月分个1-2万块钱，现在还够花吧？谁要想搞这个也没啥意义。现在你需要发单，自动车每天消耗好几千也有，跟自动家还是什么都一样。早上一般就是8点左右上班吧，到下午5、6点正常时间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没啥特别要求，节假日还是挺清闲。这个行业已经10几年了，收入情况比上班好点吧，2-3万吧。跟一线城市比，这个钱就太少了，但是在安阳还可以吧，车子房子都有了，可能它是服务类还好点，像这种东边进西边卖的这种行业都要受网上冲击，尤其国产车现在兴起，国产车的配置比较高，这个车主买回去之后他不需要任何加装了，360度全景、导航、倒车影像的全都有，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也不是太好干，倒起苦水来。平均一个月底薪加提成8000块钱样子，销售是一个不封顶的职业，高峰的时候嘛3万5万那不封顶啊。其实我的工作就是邀约客户，到小区洽谈客户，把客户邀约到咱的展厅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们有销售部和设计部进行一些配合，然后和客户洽谈施工方案、产品搭配一些这些东西。因为咱安阳现在的大房子、洋房、别墅啊越来越多了嘛，一个客户买任何一家东西，我们的业务员都有提成，最高峰的时候拿到2万6、7，光提成不算工资，而且是一单一单。每天情况都不一样，有时候卖1000元，有时候卖几百块钱。啊，哥们儿摆摊了，原来开店了，现在我觉得开店还不摆摊了，有时候挣4、5千、6、7千都有，又挣2、3千的，反正比上班强吧，主要是自由、反正要是顾大家庭不可以，顾个一个小家庭。我今年46了吧，出去外面打工吧，一天也就300来块钱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钱也不好挣啊，反正在家里找不到活吧，不好找，再不稳定，干1-2个月就没活了，再找活干嘛？5万块钱吧。家里有老的有小的，你再买房什么的，那肯定是不够。我家里有地，开销可能稍微小点。要不怎么红白喜事啊，两千多点就够了。一天也不休息，能拿2000块钱。30天喝60块钱，31天喝58块钱。啊，一天也不休息，说不累吧，也挺累的。我们可以说是年龄大了，人请了别的招聘了3号店没人用，也只有照点点这能讲补补口了吧，当然不够啊，那能够花了，那周边没工作钱吗？那可以的，我们那边都是这种，一般都是最多2000块钱。这叫术业有专攻，干一行都得攻一行啊。它分淡旺季，春季的话就属于淡季了，冬季是属于旺季的，天气越好生病的越少，销售加提成的话也就3000多吧，你要是旺季的话也就5、6千吧。药房不放假，分2班，一个班8小时，营业员没有休息时间，我们招聘营业员都是有相关专业的，药品的平常的储藏销售都比较严格，每个营业员都得讲，要不然你怎么给人家讲注意事项，尤其是那些处方药要得专业。从早起到现在才买了10次吧，4、5千块钱吧，不好整，都给你留最下哈，算来算去还不挣钱。你出去上下班轻松一会儿30天，你要上工地那不都6、7千吗？你挣这20000块该差不多了，过得上小康生活来吧。随随便便吃碗面吧，43，吃我早点吧，也得8、9块。工地上一年还真是没怎么仔细算过，10万块钱应该不止吧。主要是在万达做一些商业活动，统
牌的推广呀，企业的一个宣传策划呀。目前我们公司也在大批量招人，底薪3500左右，然后加200块钱就是3700，200块钱的全勤奖。如果要是自己能负责好一场活动的话，我们还有个10%的一个提成。这个待遇啊，薪资这块也不算咱安阳市太低了。你比如说你选择了我们这个舞台搭建这一块，干了一半又觉得累，又觉得这那了，是吧？估计他也干不踏实，也干不好，彼此之间都挺浪费时间。只要国家对艺术教育支持，我们前景就一直好。加上课时费5000多吧，集中性质的周六周天有课，一天的话就3个班左右吧，6个小时。因为现在咱们家长他对于孩子艺术教育这一块比较认可了，而且比较支持了，说因为这个练功苦呀坚持不下来，现在很少。小时候想过做医生，做那种救死扶伤的，现在长大了吧就趋向于医疗美容。我是学医的，整形外科，觉得这个专业还挺喜欢的，还能让人变美，而且收入上应该还可以，多少的都有，1-2万的、4-5万的、6-7万的都有。做一个双眼皮现在3-5千，也有3-5千的，也有万把块的都有，没有具体统一标准，看顾客的需求。我觉得学医还挺累的，书摞起来比我都高，不但我喜欢医疗整形这一块，我觉得他也能给我创收，还是年轻多赚钱吧。赚钱。医疗的话5000左右吧，考完试后觉得不方便透露了。典章基本工资的话2-3千块钱左右，有这个绩效，然后有提成，店面的这个总体扣完5险一金的话就15000块钱吧。一天的话就正常8小时吧，一个星期休2天吧。自行艇主要就是肩负这个回访老用户的职责，会有一些新员工，自然会对他们进行培训，然后再把他都分配到各个的需要的工作岗位上。这个就是在平时自行艇工作的一些要求。像这种过期的话，它的上升空间的话会比较大。如果就是在某些业绩方面比较出色的话，比方说这个用户经理啊、布置啊、整治啊，都可以。这个就是过去优势的地方，在这儿上升空间比较大。孩子是专业的，篮球教练，基本工资加课时费，还有提成，5000多块钱。上午要9点到中午4点，下午要3点到晚上7-8点吧，一天2-3节吧。10岁以上都有一个班长，10岁以下都有一个班长。不上课的话，宣传没有什么没有啥难，八六啊，一个方面。